老花医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哈。第一个是我说平安树好像不太平安了呢，据我目测啊，应该是强光暴晒所致啊。平安树呢是不喜欢强光暴晒的，阳光的话用手感受一下，你觉得晒得特别过分了，它也就扛不住了，你觉得温温和和的，这个就 OK 没问题的，好吧，应该是晒伤的面比较大，因为我看不到你那边的一个环境。好，咱们看下一个臭宝，说国王椰子啊，洗根了，你洗根了，哎，你说跟花友们不知道说过多少回，你这个洗根换土这一块啊，你不能邯郸学步，你得了解很多的事，好吧，你有介壳虫你还给它洗根，它本身它自己对待这个病虫害它就已经很吃力了，你再给它洗根换土，而且呢洗根换土之后呢，该适当的修剪呢还是要适当的修剪一下，再一个你现在还给它光照还晒得那么足，特别的不妥，哎，然后我是看不着你这个用的什么土，叶子不好的就剪掉吧，等它自然反应反应，我也看不着这个新叶有没有在长，现在我只能从一些个经验判断，就是你把那些个老叶全部给它砍掉吧，有病害的时候，你像介壳虫这些个，你包括什么虫，能用物理驱虫的也配合物理驱虫来，你比方介壳虫你可以找个破牙刷或者破刷子给它刷掉，实在不行你就把老叶子砍掉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它又不是不长了，对不对，嗯，现在只能说是把老叶砍掉，然后呢现在呢缓一段时间，缓上半个月左右呢看长势，长势如果说还可以的话记得施上肥料，就等于说是浮盆了，闷根的面不大啊，如果说闷根的话就不应该这个样子了，嗯，应该别的问题不大。下个臭宝说我的金钱树镜像有黑斑需要怎么处理，这种呢就是一个炭疽病啊，一个黑斑病了，家里边有没有多菌灵或者是类似的一些个杀菌药或者二霉灵啊三唑酮啊等等一系列的，有的话呢等到下次该浇水的时候兑水灌一下，然后呢现在这个时期是可以喷一喷，这个就是病菌类导致的了。下个臭宝，我的蓝莓苗子，哎呀，蓝莓苗子这个是晒过头了，然后有这个铁锈病，就是锈斑病，主要是缺乏微量元素导致的。你像我跟花友们也不止一次的说哈，蓝莓花蓝莓这个树哈，就是好吃它不好种，它真心的不好种，现在就是市面上卖的可以说是有八九成那个样子都是不是特别好种的那个品种，你可以买一些靠谱的哈，你像比方说头部的几个商家，你类似于海妈天狼或者说王大爷他们家呢都还可以还不错，你像很多的那种小户家里边哈，我之前也在网上淘过一个，你怎么养你都养不活，你在我手里边它都养不好，对不对，它苗子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蓝莓是典型的一个喜酸厌钙植物，典型的喜酸，它浇水的时候呢日常的时候多接一些雨水，用肥料和浇自来水啊，里面如果说钙含量很充足的话也会导致它生长不好。我你只给我发了两个照片，我其他的看不着，这个就是锈斑病，别的没啥，你看不着别的也不知道给你怎么诊断。老花医帮我看一下月季咋回事，花苞出头出现黑管的情况，水大缺光通风差，没办法呀，你好多的花友老问，哎，老花医月季太难养了，月季怎么养，你来山东玩一玩行吗，或者说到北方这些城市里面，这个室外的月季就是不需要你去打理它就长得非常的棒，第一它需要很好的光照，第二它需要相对干燥的环境，对不对。下个臭宝说求救哈，我这个蜜叶猴耳环叶子黄了，一碰就掉叶，水大缺光通风差，怎么都是这些个病呢，你看啊，我跟在视频的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光照这一码子事，光照呢你把植物当成人啊，不论是什么植物你把它当成人，光照你只要人晒不死，植物90%左右的都晒不死，对吧，你只要人觉得很热，那90%植物它也觉得很热，它也会晒伤，对不对，所以说呢光照这块，还有是喜阴跟喜阳的，喜阴的那些个呢你就放到我现在带的这种阴面，喜阳的你就放到阳面，对吧，你的光照这一块，浇水任何时候都是干湿循环，你只有略干一点的时候这个植物才会给自己报警说，哎，我这个缺水了，它就开始长根，然后呢你给它憋急眼了，它或许枝条上面都会长根，大家拼命浇水拼命浇水，你会把根泡胀泡烂，而且会得一些个病虫害，会导致那些个病菌的感染，用土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是盆还是土一定要配合好了让它排水和透气，如果说你不够排水透气，光照不够好，通风也不好，那你就控水，你像我这个雪萤哈，这个是我去年养的一盆雪萤，
就是扔到花店里面，是没有什么光照的。你也别说什么通风这了那的，不存在。我就是怎么着，一个月左右或者两个月我才浇它一次水，都是等它干了再浇，不干我基本上不浇水，摸着有点潮我都不再浇的，因为通风实在差。你像如果说光照好通风好，那你干了就浇就行了，它有那么难吗？温度这一块你只要不低于5度，80%的植物都不至于冻死。用肥料就选择通用型的，啊，你实在不行就买个那种缓释肥，像花乐多优质颗粒控释肥，你用上100天用一回，你甚至说一年用一回，它也不至于说是缺肥啊。很难吗？并不难。养花的时候多看一看老花医之前的视频。好了，我是老花医，养花就专一，其他问题视频下留言，拜了。嗨，嘿嘿嘿嘿。